嗨，大家晚上好啊！现在是下午啦，下午的5:40，我们刚到家，然后今天我老婆会比较晚回来，还有课后留园的活动，所以今天就是我带彤彤来做功课。昨天是妈妈，对不对？彤彤已经都做完，然后在学校就做完了。还要把灯打开，做功课一定要有灯，非常重要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准备好灯。眼睛这个事情，爸爸提醒过你很多次，你记得吗？如果坏掉的话怎么样？就再也没办法说不复原。好。对啊，所以要怎么样保养它？就是你要看这些，你要专注的看这些书本上的字，一定要有灯。好，今天要念，今天是注音跟数学都有，对不对？各一个。好。翁翁，知翁，中，知翁中，中，乌翁翁，池乌中。翁翁知翁，池中乐燕念，练乐燕练练，池中练，习二声往上是二声，习时钟练习。池中练习，复习种种，真知恩，真真知恩真，认真真真真复真，习什么？复习整的。一安言你这念个先不要念，拿着，专心的念。得言得言点，好，合起来就是复习点十来，点，再念一次，忘记了就再拼一次。知翁知中，恩，知恩真，对，真真真，好，合在一起。复习整点，复习整点，复整习点是什整么意点，思？就是比如说现在就只会要00分跟半跟几点哦，半，半没有整点哦，整点就是后面没有分。那5点是整点吗？是，5点半是整点吗？不是。对，后面就是没有任何的分钟哦。好，他写说复习整点还没完，题目还没完。按半做好，做好，点，好，合在一起就是，你看，复习半，刚刚念过又忘了，复习什么？不会念就再看一下怎么拼。知翁，知恩，知恩真，复习真。不是不复是。习整，复习整点，复习整点，点，这是什么？点，你没有，你不会念就用看的。点点，b an，班，然后个是，案办，好，你合起来念一次，你为什么都会卡关？再一次，什么又不是真的？来，我已经写好了，就只需要定这对，里。但是这个也是练习发音的很好的机会啊。来，我陪着你一起复习复习整点，b an。半，复习整点半，班，复习整点半点。好，很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题，它这是要你填上这个时钟的空格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要在这边写下是几好，我点。看一下哦，这个一就表示什么？5分钟，对不对？50、15、20、25、30、35、40、45、50、55、00。好，很好，你坐好，不要一直动来动去的，坐好，不要一直动来动去的，彤彤，坐好。啊，写功课，复试念书的时候要做好，身体不要扭来扭去，这是很基本、很重要的。好，1:45。我看一下，1:45，答对，第一题对。好，第二题，00，对，15、25、30、35、40、45，答对。那好，我最少写一个五，55，好，这里这里，少写一个五。还好有订正。好，然后几点呢？你的答案是4:30，所以短短针在四跟五的中间，没错，长长针直到6，就是半，这就样是三对，十，很好。我这里再往下，4点整，好，
你告诉我几点？11:45。很好，你告诉我你的答案，我来帮你看。7:25。答对了，好，这边。10:30。答对。12:35。好，答对。8:20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这题答错了。嗯。这题的短短针是在4跟5中间，可是你说8点。你把长长针跟短短针看错了。你把长长针看成短短针了。还好有订正，你有发现了吗？所以正确答案是多少？你告诉我。嗯。那你告诉我。4:40。对，那你自己查还是我帮你查？自己查。还好订正，所以你写完一定要重新再看一次，这重要性就是这里，对不对？检查一次才知道有没有看错。40。好，可以，这边结束了，等一下再一起签。现在接下来这个是注音的复习。没错，有看法吗？复习一。好，题目来咯。框中七圆圈，框中圈缺，框中缺，吃凹烧烧烧烧，框中圈少。七约缺 ，ua 约。来，你跟爸爸念，爸爸带你复习 ua 约。下半段的字你比较不会拼，爸爸带你练一次 ua 约。约约约约好，然后七约缺，对，七约缺啊，框中缺少，是哦。那好，框中缺少哪？哥哦哥哦哥，好，框中缺少哥哪哥之物柱柱好。框中缺哪？还没有，不要跳着念，来。框中缺哪？缺不是圈，缺。缺。圈。不是圈，缺。缺。缺好，框中。圈。缺。框中缺。缺对。缺。缺答对了，框中缺。不要那么用力，框中缺少。框中缺少。哪？哥住，框中缺少哪颗柱？一恩音，框中缺少哪颗柱？音，和无福，框中缺少哪颗柱？音福，和傲好，框中缺少哪颗柱？音福。好，答对了。框中缺少哪个注音符号呢？好，剩下下一句，4个字而已，很少。七音轻，乐言连。对，请连。七一七七七七，请连起。了来，请圈起来。怎么变成圈了？你看不是，这个不是圈哦。来，请了言连，请连起。请连七一七一七七七七，请连起来。对，奇怪，因为你没有在看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念，所以就连就念成圈。好，合在一起的完整就是：框中缺少哪个注音符号呢？请连起来，什么意思？就叫你把它连起来。好，缺少哪一个？这是什么？歌。歌。乌。瓜牛缺少哪一个？呢？好，我看看有没有连对。好，连对了。第二个嘞？
河，这是什么？好，河流。河流缺少什么？了，这是了，不是呢。了，好，在下面练习看题目。知爱在。知，这是知。知爱在。好。在筐中，贴。对。在筐中贴上正。于 A 曰。下半月。七月雀，七月雀，七月雀。你不用担心，你念错，你念错，爸爸也会告诉你正确，你就大胆的念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样你就会进步，那你就记起来爸爸念的正确的。好，在框中贴上正确的注音，和无符符号，和。一贴纸，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叫你贴贴纸的意思。在框框中贴上正确的注音符号贴纸。我们来看贴纸，你从后面自己撕了。鳄鱼。对，是鳄，很简单哦，因为它是单个音。啊，陀螺来了，陀螺。缺少的是什么？鹅。缺少鹅啦，鹅。哦。哦，缺少哦，了。我罗乌欧我哦对这首欧好，礼礼和缺少了欧好，拜拜。吸烟先先不阿爸爸爸爸先把先把先把吸书先把诗吸烟线。先把丝线连起来。好、哦，先把虚线连起来。先把虚线连起来，我虚线连起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再看它的下半段，题目要看完整再去作答。知知爱在。好，在在。这个象棋有这个字，你可以直接知道了。将将军的将啊。将在在将。福在江福号，你没有看着他的发音念。在江福和在江和和，你没有念念看他，你不会念，你要看。和这个是对的，然后下一个呢？对，在江符合的，好，在江符合的，对，在江符合的，对，和无图，在江符合的图，泼泼燕片，泼燕片，图片，在江符合的图片。科画画，好，再将符合的图片画。吸焰线，线，再将符合的图片画线。对，你慢慢会念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要认真的去看字，不要用猜的，知道吗？了言年，了言连连不是年，年是呢，了是连，了言连，了言年，了言连，哦，再将。在将符合他的的图的无图，再将符合图符合的图和验片符合的图片画和画画图画不是图，你要看着他念。是验线画画线。的沿连画线，画线连起来。好，简单的一句话，爸爸为什么叫你这样认着注音自己念一遍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样子会增加你拼音的经验，这样子你看久了，拼久了，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拼了，知道吗？拼了之后，你再慢慢的把它跟字对起来。
不要觉得不耐烦，知道吗？爸爸都，爸爸还比你快要不耐烦，可是爸爸就很忍耐。爸爸知道，如果我不耐烦，就你没有耐心了，你一定会更不耐烦，没有耐心。但是一定要沉住气。如果你想要学会自己能看书，自己能够查攻略本，这个很重要。爸爸跟你说学会这个好处，跟你讲过，你记得吗？你就可以看攻略本、看故事书，都不用爸爸帮你翻译、帮忙念给你听，是不是有很多好处？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自己会认字开始练习，练拼音开始练习，知道吗？要有耐心，不要用猜的哦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？把虚线连起来，你已经连好了，然后再将符合的图片画线连起来。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拉面连起来，拉面。好，拉面在哪？在这。哦，好，第二个。泥不阿巴泥巴，好可爱哦。啊，对了，字啊，这个不用拼，它就只有一个字。字不，这好像闯关哦。纸杯。哇，答对，这像闯关，对不对？喝 A 黑 ，T 昂糖黑糖。哇哦，你自己都做对了，所以你在学校自己做的时候，老师有念题目给你听吗？没有，也是你自己拼拼看。但你有像爸爸跟你一起这样自己小小声的念出来吗？有，所以你心里面怕吵到别人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如果跟同学一起做就是要这样，但是爸爸跟你在家没有，不会有别人被吵，我们就可以念出来练习。很棒，都答对了，有订正过了。不不，我的你的铅笔该消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帮你签完名再消，我陪你消铅笔。不好用哦，那就不要签。没有小铅笔消。没关系，那我也没有，但是可以用手消。你小朋友不行，自己用手消。我小时候就是把自己的手消破了，消断了。你们要用手消。我等一下带你消一次。好，你先把这个本子收起来。我用手消，用刀片消。对啊。先这样。好了，功课做完了。刀片削很可怕耶。对啊，这个先收好，东西先收好。刚削的铅笔就要用刀片。今天做的比较久，因为花了一点时间带着你念。先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拜拜，我就先拍到这边了。对啊。然后就被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